李光弼是唐朝赫赫有名的大将军，尤其是在安史之乱时，李光弼用兵如神，战功赫赫，被誉为中兴功劳第一人。他的一生恰逢明君，被委以重任，才能得以施展。706年，战争正处于两军对峙的状态，李光弼带领军队负责攻下怀州，敌军首领史思明也率领军队前来，两个军队隔着黄河对峙，谁都不肯相让。于是史思明心生一计，他派出一队人前往河清渡，把守住李光弼运粮的要道，这样一来，李光弼军队的粮草通道就被切断了。李光弼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忧心如焚，就亲自率领了1000人前往野水渡驻扎，以保证粮草能够畅通无阻地到达军队。晚上李光弼离开野水渡之前告诫属下，敌军的高廷辉和李日月都是力敌万人的勇将，史思明必定派他们其中一人前来截我，我现在就走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敌军一来你们无需跟他们交战，但是敌人要是投降，你们就带他一道来见我。属下们听到李光弼这样说，都感到他异想天开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双方军队正处于焦灼的时刻，敌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跑来投降呢？然而李光弼毕竟是军队的首领，碍于军威，就算大家心中不信，但是谁都不敢当着他的面质疑他。是夜，史思明果不其然召来属下李日月，对他下了军令，你带领上500人今晚就过河，势必杀死李光弼，带回他的人头。他善于防守，如今却是带领军队在野外驻扎，肯定能够打败他，要是任务失败，就带着你的头来见我。李日月领命前往，带着500铁骑连夜过河。在天刚刚亮的时候，李日月到达了野水渡，想要攻进去，但是李光弼留下的牙将死死固守着营寨，所以李日月带领的军队根本无法攻进去，最终只能让士兵们在营寨外大声挑衅，李光弼快快出来受死吧。牙将雍熙浩笑道，我们将军早就不在这里了，他昨晚就离开了，你们不要白白浪费力气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李日月大惊失色，默默思虑良久。他对部下说道，咱们的任务是把李光弼的人头带回去，现在他人都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们的任务铁定是完不成了。然而史思明这人残忍恶毒，哪里会体谅我们，回去只有一死啊。想到这里，李日月就带着军队投降了。对待李日月，李光弼没有把他当作俘虏来对待，而是以礼相待，而且上书朝廷，要求封他为右京吴大将军。高廷辉得知此事后，也背叛了史思明，前来投降。见此场景，李光弼的部下对待李将军的高瞻远瞩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但是又不明所以，于是便询问李光弼，为何如此料事如神，到底是怎么得知他们会前来投降的？李光弼淡淡一笑，说道，吴擅长守城，可短于野战，而今突然出现在野外，活捉吴有如探囊取物，史思明必派500精锐骑兵连夜渡过黄河而抓我，抓不到即死。又说道，而高廷辉他的能力远远在李日月之上，见到以李日月的才能都可以受到朝廷的这般看重，当然心动不已，主动前来投降了。这番说辞有理有据，听得属下们赞叹不已，随后他们对李光弼将军就更加敬佩了。并且李光弼曾经领兵守河阳，与史思明对峙了1年。史思明有1000多匹战马，每天在河南边洗马，用来显示他的马多兵强。李光弼便在朱营中选出母马500匹，等史思明的马下河时，他把母马赶下河。因为母马都有马驹在城内，所以母马不间断的嘶鸣。思明的战马听着母马嘶叫，便渡过河来，李光弼都赶进了军营。可以说李光弼是中唐出色的统帅军事家，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帅，史称其与郭子仪齐名，史称李郭，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。